我靠，我今天1000万的游戏币变成1.1亿了啊！今天这个资源我怎么玩不完了呢？啊，这个游戏这么简单吗？老王开启疯狂狗托模式，开局直接血赚1.4亿。直播间水友表示不服，大型淋雨资源来了。哇，这个精彩！啊，是吗？505，牛了，牛了，505。第一个，477+36敏，去他妈这把武器女儿孙用能卖多少钱啊？女儿孙用伤害好高，敏捷好高呀！啊，这把武器女儿孙用好强啊啊！388了，永不磨损430，体魔双加啊，爆伤害的体魔双加啊，仙族和女人族，嗯，388气龟啊，442，爆品不错啊，把昨天衣服的原神钱回本了不少，首先999万。啊，这个不磨的买多少钱？459-433，爆44点伤害，体魔双加。当年我联手刷兜啊，送了2个原神，看卖没卖出去啊？哎呦我操，卖出去了，兄弟们！我靠，我今天1000万的游戏币变成1.1亿了啊！老王，你今天赚的钱等于800块钱，可以玩衣服的原神了，有点道理。有没有不服的？跟昨天一样的规则，我出原神，你来换画。你幻化出双加的原身，我把原身的钱给你报了。如果你单加或者是这个特技特效你忍了，那这个原身你就得自己花钱。如果你单加或者是这个特技特效你忍了，那这个原身你就得自己花钱。你先垫付，我后结账。好，路人5889啊，路人5889，让我来啊，1个1100。哎我操，又卖了3000万，我去，今天1000万变成1.4亿了啊！没事，赚的钱给兄弟们补贴原身。Nice。拿47力的流云诀换画，283的简易，失败3次没法换画，打一个不打的一个了，玩的就是原神。号六1500万啊，先用了应该够了，运气好，按照昨天的运气那是够了的啊。今天我刚赚这点钱，不会全打理吧？第一个白板，第二个白板，第三个是白板，第四个是白板。第五个单家，单家继续的话，原神的钱是你自费的啊，干就行了。这他妈才攒到哪儿啊？吓尿了吗？这有啥吓尿的呀？啊，跟你讲，双家的几率本来就是很低的，哪能说4次出一个，7次再出一个呢？跟你讲，双家的几率本来就是很低的，哪能说4次出一个，7次再出一个呢？老板来个收款码。谢谢老王，不用客气，都鸡巴岛民，都鸡巴哥们，都他妈粉丝，那对不对？那直播间那么多参与抽奖的，为啥就你能中啊？就说明咱俩有缘。嘿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老王给你看个评论，今天他亏了2000块，昨天我亏完钱以后，晶晶姐上电梯的时候给我拍了个抖音啊，这抖音522条评论还上热门了，其中有一个热门评论还是你给我评论的，说我昨天亏了2000块，结果今天你让我再亏894块啊，好了，老板已经给你支付完894了，然后有一个暖冻立减金0.21啊，你收到的价格还是894，衣服的原身钱给你报销了。于导来个人帮忙打了，丢我一个衣服，丢我个神兵啊！你不怕他把原身换了吗，大哥？首先，梦幻西游的玩家群体素质最高的一类玩家啊，因为这个游戏一玩就10多年，那游戏里的亲朋好友比现实里的亲朋好友熟，谁游戏刷你两个传言说你是个骗子，谁能顶得住啊？没有这种可能性啊！妖总，我今天拿1000万开5神坛币，开了一个高币卖了4000万，然后我鉴定3000万的军火，鉴定完的军火卖了1.4亿，我今天就等于纯赚1100块钱，1100块钱，刚才我赔了一个原神894，我今天的盈利还有最后的206啊！怎么说啊？物理暴击几率，力耐双加，给我炸！操的，没啥用啊！280防御，力耐双加52，多出一个特效精致，能打17段啊！但是这个衣服的属性呢，啊，很明显啊，打不到17段啊，看起来还不错啊，实际上没啥卵用。等会儿，咱们接着鉴定去啊。3件男的，3件女的啊！妖总说你也要玩，我先把我的鉴定完了啊。今天就来个1000万挑战赛就行了，每个人号里上号准备1000万，看能走到哪儿啊！我走到了1.4亿，第一个白板，第二个白板，第三个体魔双加，第四个敏捷。哦哟，这个东西得很，永不磨损20力，
今天这个资源我怎么玩不完了呢？啊，这个游戏这么简单吗？又出了一个五桶加力量的永不磨损，今天自己干资源，我操，还没有亏过啊！更过分了，鉴定出五孔加力的了啊！这个衣服能卖多少钱啊，兄弟们？还能再来一次附魔是不是啊？来一次附魔，但是附魔不能上头这玩意儿啊！永不磨损，附加状态之变身或者碎星诀，我炸！炼气化神。兄弟们想看我就再来一次啊，我都不带看的啊，来直接集合啊，明光宝竹啊，这回他就不心疼了啊，一个字绝。